你知道吗？那当阿姐，当阿姐已经走出，换掉阿母堂好叫，和阿妈堂好找啊。因为演出夯剧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，卢广仲人气飙升，但传出这出剧虽然在中国的影视网站豆瓣网得9.2颗星高评价，却无法在中国顺利演出，原因是他被封为台独克星的艺人黄安，两年前曾把炮口对准卢广仲，在微博抛出他参加反服贸游行的照片，还说自从举报卢广仲支持反服贸为隐形台独人后，卢广仲东万南方草莓音乐节的演出取消了，夸耀是人民展现力量的成果。接着原定在北京跟西安的演唱会也跟着被迫取消，都是因为卢广仲曾在2014年力挺学运。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。虽然近期在台湾重拾高人气，展开歌唱活动，但卢广仲的花甲却不能挟人气进攻中国。据了解，就是跟黄安事件有关，让他被说有台独意识，也因此还没有在中国解禁。但经纪人表示，有询问过剧组，但了解到的是，直剧场制作的戏剧每一部都有送，却只有图名有过。但如今花甲版权没有卖到中国，也让盗版因此得利。记者宋宏报道。